老王在平地修游泳池啊，咋子嘛？都就一直这么喊，上头那个上头了噻。他人家去买鳖虾都不得行，难道他拉不出来喊你都就是喜欢就在喜欢吃。锄头跑跑不好跑啊？我跑水里面，锄头怎么好跑吗？用手跑，老黄嘴巴好像消了是吧？今天还。我哪里有你有大嘴那个吃火锅那个样子狠嘛？妈的，我喝了火锅油后面都吃不下了。大嘴好狠嘛？火锅油喝加油。火锅油是遭不住，现在肚子都还是有点很不舒服的样子。妈，昨晚老黄一下车，第一件就是往厕所跑，都不行，使劲跑啊！哎，反正现在肚子都很不舒服，比谁都跑得快、啊。昨天晚上起了好几次，十几次左右，肚子一直不舒服哎，昨天晚上。啊！哎，这是我第二次喝火锅油了，哎，真难呐。你的儿子，你之前哪里喝呀？嗯，叔叔是的啊。我记得是泉州还是什么？是哪个文山？是喝汤吧，没喝油吧？也是喝油噻，相当于他是做什么？嗯。我今天晚上不打游戏了，是吧？昨天晚上我还是尽心尽力在这个噻，没办法噻，对不对，狼哥？啊，昨天晚上我没有演噻，哎，那确实没法，哎，赢两把输两把，那个队友太坑了啊。结果后面你刚好你说不来了，圈哥来了，师妹子影响了我最后一把是怨你确实是影响了我，搞的个是那个战局，不然能赢的啊！哎，本来最后吧赢的就是。